肖战暗纹风衣太性感，睡衣加背心亮了，叠穿也能这么瘦。在春秋换季的时候，风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搭配单品。为了能够更加衬托气质，卡其色的风衣一度成为了抢手货。其实只要身材好，暗纹风衣反而更高级，在远处看的质感给人带来更加惊艳的效果。肖战穿着一件暗纹风衣太性感，睡衣加背心的搭配亮了，叠穿也能这么瘦，好身材真是羡慕不来啊。暗纹的质感高级，看似凹凸不平的盘旋在面料上，实际更有品味，时尚与审美一般人欣赏不来。在搭配方面也别有个性，像肖战穿了一件暗纹风衣，内搭白色波点的绸缎睡衣以及背心，这另类的叠穿搭配令人惊艳，却不能否认有着别样的时尚感。叠穿的单品颜色略浅，却也能凸显层次感，尤其是背心的搭配简直隐身，不仔细看很难分辨。绸缎的睡衣慵懒十足，柔和了风衣的凌厉，反而更加耐看。